第一市场可以说是中壢的西门町，因为之前老旧的问题，那些管路都会有破损，地下室的停车场的车子都会有滴到油水，很多蟑螂啦，一些破旧的东西都在里面，哦，甚至游民都会在楼上躲藏。啊，那真的是老旧了，地板都是湿的，啊，非常的脏乱，也没有冷气，因为也有在杀鸡杀鸭卖这个。啊，我很乱很脏，人家外面进来说，哎呦，这市场。中壢第一市场，它的工程难度在于三面临路，还有紧邻建筑物及机场捷运的轨道，增加了开挖及建造的困难。本次拆除重建计划，我们视作为大时钟复兴运动，我们希望可以再次的引入人潮，让中壢火车站前的传统闹区重返往日的荣景。为配合开挖阶段工区捷运进度，位置条件及地质状况，与软砾石层采用连续壁工法施作，均未造成大滩孔，达到保护捷运隧道及临近老旧邻房的效果。增设收敛观测点与呈现观测点，定时监控临近捷运隧道，定期回报捷运机关，确保安全。基地地下水位甚高。阀基以下增作止水板，加深开挖支撑，以加强安全性。拆除旧有建筑物前架设安全围篱，减少噪音影响周边环境。那我们希望呢，把大时钟这个传统的老技艺，用时尚新颖的方式去重新诠释。所以我们在一个两层楼高的玻璃帷幕墙外挂了大时钟，在。绕着这些外挂的动线呢，这些民众在上上下下的过程，不管是知道典故的老中壢人，或者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小朋友，他都会不自觉的称它为大时钟。那自然而然，这就是一个记忆的传承。我们希望呢，在这个人文底蕴之下，然后也有这个全新的智慧绿建筑永续设计，然后来让这个旧商圈得以获得一个复兴的运动。中壢区第一市场矗立于历史与未来的交叉路口，透过智慧变身承先启后，环境改造价值提升注入新动力。